感谢您的掌声，谢谢您。都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啊，见多识广，经验丰富，也不能这么说。那个，问您一个问题，您说，您有这个催奶的经历吗？哎，暂时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没到哺乳期。哺乳期干嘛？废话，给我催奶催得出来吗？一看你就没有这方面经验啊。我就有。你到哺乳期了。老有这哺乳期怎么回事？要给您催奶，那不得给别人累死啊？催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呀，天天被我奶奶给催着。嗨，您没说明白，不是你奶奶催你什么呀？天天催着我要二胎。哎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各位，我跟你们说，不是我不想要二胎啊，主要我现在这个条件，我不符合这个二胎政策。哪儿不符合呀？没有对象。哎，啊啊！其实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啊！我跟你说，各位，我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我跟二胎之间的距离就差一个对象了。不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不是，您临要二胎呀，不只差一个对象，差几个？哎，什么叫差几个呀？就这几个够我来。没几个您也不够啊！说了半天刚听明白，您不就是为这个找对象发愁吗？主要是这一步，这您得听我的啊！老话说得好啊，大丈夫何患无妻呀？你看多少个成功人士都是先立业后成家。对，你别跟我说这，你别跟我说这。你卡碟了是吗？就这种人特别的讨厌。怎么了？往这一站，大嘴一撇，大丈夫何患无妻。您别听他说那么好，什么的啊不着急。他，你结婚了吗？你告诉大伙儿。不是。你是不是都结完婚了？他自己结婚，他说我让我没着急。你提这干嘛？就这种，他都有媳。别提这个。不是，这提这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跟我媳妇儿，我们是隐婚，就是对外不提这个，多讨厌呢这人啊！您咋处下了我？你看我们这想找媳妇找不着，这有媳妇不能提，凭什么不能提啊？不是，今儿当着大伙儿，连评委什么，你就提一提，我就问问您，你有没有媳妇儿？不是，说有媳妇吗？说，有，大点声。有媳妇儿，有媳妇儿对吧？有媳妇儿，有媳妇儿对吧？有媳妇儿，有媳妇儿啊！有媳妇儿，多钱买的？一万二。你看还不便宜。哎、什么叫多少钱买的呀？买的像话吗？不是买的，不是买的，租的。哎，对，租的也不像话呀。租偷的，偷你们家偷媳妇儿去是吗？种的是没有啊？那叫什么时候接的？啊，对对对，什么时候接的？有两年了。各位听见了吧？啊，结婚两年了。是，你们是没见过他媳妇儿。嗯，岁数比他小，小一点，个头还比他高。对，尤其那模样长得，哎，我跟你，你这让他自己形容一下。行，跟大伙儿说说媳妇儿长得怎么样？你介绍一下。反正有鼻子有眼的。听见了吗？媳妇长得有鼻子有眼的。哎，你别看就剩这两样啊，它组合起来它就立体。什么叫就剩这两样了呀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我说什么呀？你说你媳妇长得有鼻子有眼，哎，脸上就这仨窟窿，对吧？我媳妇脑袋是保龄球，有脸上就仨窟窿的吗？不是你说有鼻子有眼，你说你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我媳妇长得挺好看。我不听你说，这不听你说，别。他是狂犬病吧？这是。就这种人，我跟你说啊，那根本体会不了我们这被催婚的人的感受。嗯，你知道我现在各位我是什么生活状态？每天下了班，我奶奶在我耳朵边上，天天24小时嗡嗡嗡嗡嗡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？你奶奶是摩托车。你奶奶是三蹦子，你三蹦子干嘛？你奶奶是脚蹬子，脚都没听说脚。废话，什么叫我奶奶摩托车是叫这谁奶奶？你说了吗？你奶奶现在你嗡嗡嗡嗡嗡，你奶奶是个机车老少女。行，没有，行啊，没有我，行，胖子可以啊，胖子，谁胖子？你这可以啊，你这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也不能这么说。行。行，可以，不是没有，哎，可以，你就这样，我哪、啊？今天我跟你，我通知你，您干嘛？跟你断绝关系？哎，别介呀、啊，咱也不合作，那不行，对不对？你哎，我你自己说单子去。不，我说什么？你跟那科学家组成一组合，好不好？我自己单干，我打今儿起你别叫我义父了，哎，我咱们彻底的断绝。疯了是吗？我不跟你玩了，我有病啊我。我哪叫你义父？不是您过来不？您别着急，你别老别我这什么？你过我过什么？这比着赛呢，你别闹。我跟你说，咱说正事儿啊。说什么？
什么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耽误工作呀！耽误什么？你别不说相声啊！你不就没对象吗？你谈一个不就完了吗？呸！就这路人啊，我没对象，谈一个你哦，他说谈就谈啊，你说谈就谈啊？怎么了？你当那姑娘都当血栓，说谈就谈了是吧？这什么俏皮话啊？这是谈过好几个，不都没成吗？啊！